大家好，这里是破灭排球。2018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站，中国女排大战多米尼加。比赛第一局13-11后，丁霞一个神奇单手传二后卫惊艳全场。随后中国女排突然大爆发，连得7分。让我们一起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。